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轻松甩肉肉，秋衣帮你瘦，欢迎再度来到秋衣帮你瘦单元。好，今天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减肥啊肯定有效的方法，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用代餐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答案是：代餐真的能帮助减肥吗？这个问题。好，代餐到底能不能帮助减肥？我们知道哈。减肥就是要控制热量的摄取嘛，对不对？你进来的少，出去的多，慢慢一定可以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啊。那可是你知道吗？一般人我们啊，叫你说啊，去算你每餐的这个热量，太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食物的热量到底多少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个你自己无法算，即便你是去买现成的东西，那它标示到底真不真实啊？有没有额外的、减少的？这个你都无法确认，所以。有时候很多人在台湾，很多人用这个超商便利超商减肥法，他们就发觉说，去超商买，按照它上面的标示，明明吃的比真的自己的啊一天的所需热量还低，还是减不下去。结果有人就发现说，哎呀，看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超商标示这个每份100卡，他就很高兴的吃的，结果呢，后来发现说本包装含3份，天哪，一吃，这个。不但不能瘦，反而更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说如果你真的是上班族，非常忙碌，没有办法这个啊外食的时候去算那些热量，很简单，就是用一个代餐的原理就可以了。那么什么叫代餐？代餐事实上呢，在国外呢叫做低卡热量餐，就是说它有足够的营养素、维生素啊，这个基本上营养物质都够的，但是它的热量啊非常的低。啊，大概一个代餐呢，热量大概都120到200卡之间。那我们举例，假设你今天本来中餐你要吃一个啊猪排便当好了，那么你可能需要这一餐可能吃下来有600大卡热量，对不对？换成这个代餐的话呢，大概只剩200卡热量。那么这样一来一往，你就少掉400大卡热量，对不对？一天只要用一餐的话，你看一个月就12000大卡，就至少瘦掉1公斤以上的体重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轻松而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减肥法。但是低卡餐包呢，价格不一，因为每个厂商还有包括里面的营养素，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，所以不要以价格为唯一的导向，而要以你自己适合你的胃口而为选择的依据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只要你有方法的去使用，按照德国欧姆大学的研究呢，只要你减肥期一天带2餐，维持期一天带1餐，基本上来讲，大概半年之内你就可以瘦掉原体重的8%到10%，那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这个瘦身结果了。试试看，加油吧！大家好，我是邱正宏，邱医师福利时间到喽。如果平常没时间或懒得运动，吃美味的瘦身餐照样可以减肥哦。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多用，回复瘦身餐3个字，我将推送给你独家的1周瘦身餐，简单美味，最重要的是越吃越瘦哦！不信你试试。